那现在你家都在宜兰生活是不是？那最近都在做什么事情？最近哎，可以跟我们讲聊聊天。我啦，我这么退休了，退休没有什么啊，但是因为搬回来总是那些要整理啊，打包以后现在要想办法整理了。听说也要写历史啊？有要写历史？写历史？哎，没有啦，没有啦。这么退休老啊，年纪大，年迈体衰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你身体皮。如果国家还需要你的话，你会我退休了、啊、真的、喔、这么客气啊，台语人就是四界你收集咱以前没啦，我没啦，我都退休了这可以去。